史上最大规模广交会昨日落幕啦。那么在这次广交会上又有哪些宝藏呢？让我们一起来挖挖。在最大的广交会挖呀挖呀挖，规模再次创新高，外貌给予抓，在爆棚的人流里挖呀挖呀挖，四海客商似云来，人气顶呱呱，在海量的展品里挖呀挖呀挖，高精特新真不少，全都是精华，在成交的订单里挖呀挖呀挖，成果丰硕，金额大，信心不下滑，在秋季的广交会挖呀挖呀挖，千年商都新作为，再续写佳话。